蒋永俊，你走去饮酒哦？还是大象拎啦？你看他醉着。新来小姐不实在话，哎，俺们拍戏，你我告诉你，你唔拿饮酒，你又要叫小姐？我来干，我无吃白白，死呀呀，脾气我歹。像你我才等来哈，晚来早去酒店逍遥啊！不，甲朋友三天两杯啊！上好是安尼啦，你的红棍啊，是安怎有口红印啊？我要回来的时候，人在路上有一个女孩子酒醉在那吐啦，刚刚我看到有一个色狼想要给她捡尸，所以我建议用的给到三更，可能是我到到三更的时候稍微去目到，你别想多了。最好是这样啦，不过后次哦，你若是搁在那外口这么晚才回来，搁要打电话给我报备哦，你就看我怎对付你啊。好啦，时间无早嘛，正晚，你困啊？我嘛知影爱困啊。你刚知影明仔载搁爱去慈善拍卖会呢？迄美姬讲遐个卡手无够，爱我去打工倒三工。听讲哦，明仔载要去的拢是一挂上流社会的人。我是想讲哦，我若是去，就当甲遐有钱人做朋友。啊，拢嘛厉害的，明仔载搁有多少代志要准备的呢？本来我要休困啊，煞去互你吵起来。慈善拍卖会听起来敢那袂歹哦。安那，你有兴趣哦？也无斗阵去啊！讲着乌白乱讲话哦，你比我搁较厉害嘞。无得甲倒一个有钱人哦，听着你咧讲啥讲啥，哎，伊就愿意投资你啊。死到咱就好日子通好过啊。别。我刚心里还没讲煞了，明仔不用谈，我去你遐了。这样尔好的机会，你竟然无爱？啊，你是在讲什么心理？这样尔好康啊？我今麦心里讲到一半尔，等我讲成功，我就跟你讲。蒋永俊，我警告你哦，那是有什么好康的哦，你袂当藏的，家己来哦。我较早有好康的，我拢有想着你呢。没啦，我就做。我好康哦，一定报你知，哦。好啦，我要去困啦。晚安。晚安。等所有代志确定了，才阁话讲好。无伊这样冲动啊，七步八步，甲代志无害，我操！困嘞，你个门锁开不动啊，怕鬼啦！你阿话在等嘞，规身躯臭酒味，都是要困眠床哦，你去困破衣啊！就算讲你喊我困破衣，你骂我面臭袂，你要把我关死哦！阿妈，你当去困浴缸啊，啊，若是惊寒，你当放烧水，遐浸一暝哦，看你头壳较清醒无啦？晚安。两位总诶，真感谢恁早遮尔啊珍贵拍卖品来共襄盛举。踮伫遮，我代替阮工党诶，甲恁欢迎。嘛再次感谢恁会当为着即摆拍卖会抛砖引玉。来，两位来坐请。谢谢。好，多谢。
把囡仔一定爱细意，足细意，较细意的。这物件这尼啊贵着，但钱若是去我用歹去，我就算讲我甲女人、甲用军啊，搁有甲妈拢卖掉，我嘛赔袂起。喂喂，嗯，今仔日的拍卖品有啥？有这是好物件呢，而且搁有碗、盘啊、汤匙哦。汤匙，嗯，连这拢有啊，不讲听唔对。你无听唔对，这物件全部拢是清朝甲明朝的古董，足值钱。是啊，哎，一项哦比一项更加贵重嘞，还会压力足大个呢。是讲美姬，啊，你哪会双手空空来啊？同学，你真正是暴发户呢！一出手就只大条的，身价跟较早拢无同款啊！我是自在参加，小郑，这条手链啊，我真介意，等下你要替我标回来哦。我会记得我不要请你，而且参加这种拍卖会，不是你这种无头路的人会当凊彩来参加。真的有需要问啊？伊来这种所在哦，一定是想要来钓金龟婿的啦。对，一定就是安尼。严小姐，我唔管你来这创啥，要你去回钓，就要有邀请卡。无邀请卡，又麻烦你去外口。啊，那饮的变作是酒店的那领台小姐。我现在是我的朋友，你哪有可能有朋友在这？邀请卡是真实的呢，嘿，又该安怎？等等来阿贝，阿贝啦，啊，不过伊的做已经带两个总的入去啊，啊，我相信很刚当的马上就会来啊。哎，我告诉小郑，是你去拍就好。林巧玲，来参加拍卖会，有爱准备拍卖品，你是千万唔通摕你的婴儿玩具拿来做拍卖品。安尼真正就老。听到无？啊，你的拍卖品呢？拎起出来啊！嗯。这是啥？这图看起来一点仔都无特别，一看就知影无价值啦。这确实是无什么价值，是我家己画的图。起标价就让恁决定啊。奇怪，刚当的哪未来？应该要来呀啦吼！哎，是你哦、喔！啊，你嘛来参加拍卖会哦、喔？这是我拍卖品，麻烦你用严巧玲小姐的名义拍卖。哦，来凑看一下。是翡翠呢，这比钻石更加贵重呢。
高先生的背景到底是啥？出手这样大方，一定不是普通人。伊跟严巧玲阁有啥物关系？这个哦，巧玲真正哦，实在有够好运的呐！才叫人放三无外久尔，就随交到一个好野人的，真正也是共人无共命。啥个共人无共命？才有洗手间呐、啊，洗手间有镜啦，麻烦借借哈。等一下，我跟恁敢有熟啊？哈，你是安那凭什么电话？就算讲你是在老家，又搁安怎？想要入去哦，邀请卡退出来啊。嘿，刚到。不好意思，才无简单才拄合理啊。啊，不过等下我临时有代志，我应该先离开，所以我想要麻烦你，那拍卖会啊，你敢袂晓替我主持一下？是啊，你还要替主持？刚怎讲哦？你跟我的公司啊，嘛有淡薄仔关系啊。啊，你像我听瑞讲，你是大方，唔惊生分啊，所以我就安尼拜托你。既然刚当诶，我甲我的娘娘请出来啊，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。多谢，安尼等下麻烦你啊。我不得啊。刚当诶，请问这位是？啊、哦、好，我来介绍者，伊叫做高克威，大家拢叫伊 K 啦。伊嘛是咱大通集团的大股东啦。我哪会像你要幸运啊？凊彩底下就抓到大魔王。好了，客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先离开啊。嗯，啊，等下就麻烦你啊。阿虎在家啦，看有什么代志哦，需要到三间，你来讲我。好。高先生你好，我叫王美姬，我嘛是大通集团的股东。进前有滴是着你的所在。请你别跟我去看。原来汪小姐也是看人心去交朋友的，这跟我不啥同款呢。咱可能我就做好朋友。王老师，麻烦你，你先跟我回去，确认一下。好，那再见。见。既然搞到动作空气，退客都要做代志，要安怎？谁摇摆啥？喂喂，好啊，卖阁看啊！拄只迄个人无搞坑你敢来？咱嘛无需要听闲话，等下即条盘嘞，就用高先生的名义摕去拍卖。你想要替严巧玲更，就较歹。